同学，请看微光菩萨于第二幅啊最后的一首偈啊，最后一首偈，诸佛供养净无余，过度庄严习清净，一切界中修妙恨，如当成佛大功德。这是十首颂里头啊最后一首，也是总结，讲得好啊。我们不但要觉悟，要明了，而且一定要能够把它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啊，啊，我们这一生幸福美满啊，你就得到了。第一句，诸佛供养净无余，啊，净无余是什么意思？没有一丝毫漏失。换一句话说，这个供养啊，通通都圆满了，啊，圆满才无余啊。不圆满呢，那你就还有过失，还有疏漏之处。啊，疏忽漏掉了，啊，你没想到，没做到的。这个供养里面包括的范围无量无边呐，啊，这个意思，在经教里面，我们读的很多，啊，也有无数次的讨论说明。起心动念，意业的供养，啊，决定是与诸佛、与一切众生有大善大利，啊，意业供养啊，言语。一定是善言忠言，啊，劝导一切众生，勉励一切众生，语业的供养啊，啊，身体的造作。啊，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啊，言道守道啊，我看见了，我听到了，一定会尽心尽力，伸出援手来协助啊。啊，上对诸佛如来，下至卧道众生啊，平等的尊敬
平等的爱护，平等的供养。啊，这个供养也就是现在人讲的服务。啊，服务也是供养啊。无有一法不是供养。啊，以我们真诚清净平等心啊，尽心尽力来服务的时候，那就是供养。供养这是事啊，还不难做到啊。难的是底下一句，国土庄严，洗衣清净。啊，国土为什么庄严呢？因为供养净无余嘛。所以庄严啊，洗衣清净。这句难了啊，这一句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修无量无边供养，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身心清净的，这是佛菩萨了，这不是凡夫啊！我们学佛。对一切诸佛供养，一切诸佛呢，对一切众生供养。啊，佛对众生不教布施啊，啊，佛如果对一切众生教布施，那佛就变成凡夫了，佛就退转了。佛供养一切众生，为什么？同体大悲也，无缘大慈啊！事实真相啊，只有佛彻底明了，法身菩萨明了不够彻底呀、啊。但是法身菩萨跟诸佛如来一样了，啊，对一切众生修供养啊，换一句话说，只要是法身菩萨，他的学习决定是遵行普贤菩萨的修行纲领，我们这个经上讲的十大愿望啊，是普贤菩萨修行的纲领啊，法身菩萨通通遵守啊，极乐世界的人通通遵守啊，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啊，经上讲的这么清楚，这么明了啊，为什么呢？他真的发生了，他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同体，是一不是二啊，人哪有不爱护自己呢？啊，自己在哪里呢？一切众生是自己，
一切国土是自己，情与无情是自己。如来国地上究竟圆满了啊，这认知啊，肯定啊。所以这个行啊，我们讲行动也好，行为也好，称为妙行。啊，一切劫，这句话说得好，过去无时，未来无终啊，这叫一切劫。啊，无时无踪啊，一切时一切处，修妙行，妙行是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啊，万恨齐修啊！大经上常讲的，一劫是多，多劫是一。万恨齐修啊，一丝毫都不染着，这才叫妙啊！我们凡夫做了一桩好事，念念不忘，啊，这就不妙了。他那个妙是说做了之后啊，痕迹都不留啊，这才叫真妙啊！啊，那看看我们在这个世间，诸佛如来在我们这个世间实现。我们细心观察，他有没有名闻利养呢？有啊！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字传流千古。啊，全世界的人哪个人不知道啊？名啊！啊，这个中国古时候谚语常讲啊，人死留名啊。啊，不但这名号流传呢、啊，而且多少人呢，在造像供养。泥塑的像，木雕的像，金属铸造的像，彩画的像，还要给他建个大殿啊，纪念他了。这是不是通通着了相了？对啊，谁着了相了？众生着了相。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着相？释迦牟尼佛没着相。释迦牟尼佛的心永远是妙，妙不可言啊。那么但是这些着相相即非相，那就妙啊。那么这些形象呢，叫初学，初学还没有立相啊，这个东西对他有好处啊。啊，我们今天没有立相，我们要立相就不得了啊。立相是把佛法忘得一干二净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借这个形象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那么这个就是说的说这个住持三宝了。啊，住持三宝里面的佛宝就是佛像。啊，今天佛不在世了。我们供养佛的形象啊，供养他的意思在哪里呢？见到这个像就想起他教导我们是什么，让这个形象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本师释迦牟尼佛对我的教诲，用意在这个地方。啊，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这个形象在我面前给我很大的鼓励啊，他是从凡夫修行正果成佛的，我要跟他一样啊，我要向他看齐啊。第三个意思，是纪念报恩的意思。我们今天接受这样好的教训啊，这个教训谁传下来的呢？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根本的老师，知恩报恩啊，念念不忘啊，供佛菩萨的形象有这三重意思在啊，不是迷信啊，这不能搞错啊。啊，见到像想到这个意思。啊，时时刻刻用这个来提醒。啊，让我们在二六十中念兹在兹啊，念念呢都能够与教诲相应啊。佛的教诲是信德圆满的流露，与经教相应就是随顺信德，与经教不相应，违背信德，随顺烦恼，啊，那就搞六道轮回了。随顺信德，不但超越六道，而且超越十法界。这是供养佛菩萨形象真正的意思啊！依照经这个经教断卧修善，不着断卧修善的相，转迷为悟，不着转迷为悟的相，你的心就清净了。这个不是初学人学的，初学的人呢，我们只学一半，我们只学断卧修善，着相不怕，初学嘛，我们没有能力离相嘛。啊，
转迷为悟着相也没关系。第一个阶段，到第一个阶段修行有相当功夫了，自自然然教你呀，逐渐逐渐离相啊，离一切相，即一切法了。到最高的境界，性相不二啊，利己不二啊，即相利相，利相即相啊，利己同时，利己不二，那就是妙行了。啊，那是第三个层次的。我们现在知道有这么回事情，但是要晓得不是我们现前的境界。好比三层楼一样，我们在第一层啊，二层三层没上去过，现在听人家讲二层三层里面的状况啊，知道有这么回事情，不是自己境界啊，所以现在修行，我常常劝勉同学啊，从哪里修呢？佛法从实善业道啊，从阿难问世佛及兄经啊，儒家的呢，从《弟子规》，从《了凡四训》啊；道家的呢，从《感应篇》，从《文昌帝君胤祉文》，这个都是基础的基础啊。这个基础的基础越深越厚越好啊，你的前途是无量无边的 啊就像我们搞建筑一样，打地基，这地基打得很深很厚很坚固啊，啊，盖什么样的大建筑物都没问题啊。如果没有根基，什么都不能成就，别说大乘法，小乘法也不能成就啊。没有德行的根基啊，世间法也不能成就啊。中国古人常说的啊，人生三不朽啊，立功、立德、立业，这三桩事情都要伦理道德的根基。如果没有伦理道德的根基，这三条都不能成就。啊，你是平平常常、融融碌碌过一生，啊，可能来生还能得人身，不能升天呐。啊，如果你真的有伦理道德深厚的基础啊，立功立德立言，只要有一条，你来生不在人间了，天道啊，啊，享天福去了，而人间找不到你了。没有能力道德的基础，随顺烦恼习气，造作食物无逆，来生人道也找不到你，到哪里去了？三途地狱去了。所以你想想，这多重要。那么今天就我们的境界，妙行是什么呢？
我刚刚说过，无界摄相妙心呐、啊，《弟子规》《了凡四训》妙心呐、啊，《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印旨文》妙心呐、啊，在我们今天这个程度。啊，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妙心。啊，所以这个妙啊，有凡夫之妙。啊，凡夫里面我们人道啊，有人道之妙。啊，天道有天道的妙心，声闻有声闻的妙心。圆觉有圆觉的妙心，菩萨有菩萨的妙心。这个经上所讲的，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妙心，那太高了。啊，前面两句略略的介绍啊，啊，我们知道，啊，但是我们起步。从哪里走？这至关重要啊！啊，所以伦理、道德、五戒、十善，决定不能够疏忽。今天这个社会，大家都疏忽了，都不重视了。啊，越是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越要啊认真的来表现。啊，做出。好样子给社会大众看了、啊、这就是佛陀教育啊，这就是中国自古以来传统的儒释道的教育啊，用现代的话来讲呢，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不是在课堂讲讲，那个讲讲是空洞的理论啊，没用处啊，不能够教化众生，不能够转移风气啊，要真正能收到教化的效果，得以身作则。《吕氏春秋》里头几句话讲得好，凡事之本先知其身啊，我们套这两句话来说，事出世间一切事业的根本是什么呢？是修身。儒家比他讲的早啊！啊，儒家讲的话，自天子以至庶人，亦是以修身为本，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是根本呐、啊，《吕氏春秋》里头也这么说法了。当然，他说在后啊，这是夫子说在前，啊，儒家讲在前。
我们要不从修身这上下功夫，什么都不要谈了。所以他说，身成在天下成，成是成就啊。我们自己身成就德行，你自自然然就能感化天下众生呐。像古时候这最显著的舜王，身治在天下治啊，治是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修行。我们的身心烦恼习气毛病很多啊，这是病啊，身病心病啊，把这些病都把它治好，天下人的病啊也都治好了。我给他做榜样。天下人没有回头，没有把烦恼习气断掉，真正善知识，他不责备天下人，责备自己，我做得不够好，不能够感动他。念念反省、自责，努力加工用恨，要把自己的这个德行、形象向上提升呢。不怪别人呢，怪自己呀。所以最后讲啊，于天下者，这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呐。为天下者，不就是四弘誓愿里头第一愿吗？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度众生呢，不在众生那一边，在自己。自己得度了，众生就度度了；自己没有得度，众生怎么会得度啊？千言万语，最后归结到都是自身呐。自己要把自己的身心调理好，为九法界众生做个好样子。我们常说有缘的众生根性利的众生，他看到你的形象，或者是听到你的教诲，他就受感动啊。他就觉悟啊，他就回头啊，向你学习啊。所以我们看大圣人释迦牟尼佛，你看身成
而天下成，身智而天下知。先成就自己，然后自自然然影响社会，影响一切众生。我们要细心观察了，要深深的反省啊！我们这一生活到这么大的年岁了，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学到些什么？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们烦恼跟没学佛之前是不是减轻了？我们的智慧跟没有学佛之前是不是增长了？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跟没有学佛之前是不是圆融了？常常反省，常常检点，把自己毛病缺陷找出来，把它消除掉，你自然就有进步了。就有成绩可观了。否则的话，还是迷迷糊糊，糊里糊涂，不知不觉这一生空过了，那真可惜。我们修行到底有没有进步？实在说，你自己不反省，你自己不知道啊。别人真有修行的人有功夫的人看得清清楚楚没有办法瞒过别人的人家从哪里看呢？这我常讲啊，从你相貌上看，从你体质上看，从你行动上看，从你生活上看，从你处事待人接物上看，看你今年跟去年是什么样子，看你学佛跟没学佛之前是什么样子，清清楚楚了如指掌你到底学了多少你有多少功夫明眼人一目了然，清清楚楚往往自己一无所知为什么自己会一无所知？自己迷在里头迷而不觉外面人看得清楚，那个人是觉而不迷
看出来的人会不会帮助你了？那很难讲啊。那要看你的根性啊。古人讲可以教，你要是不教舍人啊，你对不起这个人。不可以教，你要去教他舍言啊。什么叫可教叫不可教呢？可教是能接受能改过的，这个人要教啊。啊，不能教的时候呢，他不会改过啊，他心里的抗拒，他不服啊，这种人叫不能教啊。啊，你要热心去教他，将来变成冤家对头。你好意对他了，他又恶意向你。啊，老师教学生，我们见到过。啊，特别是跟李老师十年，我们同学很多啊。啊，对那个不能接受的，啊，个性很刚强的，不服的，老师对那种人是特别尊敬。啊，讲经说法，他只来听。啊，教不教他？不教。关系保持得很好啊。啊，那个可以接受的呢，这个老师有打有骂了，一点都不客气啊。啊，那是真受利益了。啊，那么说到总结，好学两个字，真正好学甚至是帮助你啊，不是真正好学啊，甚至是把你当作宾客啊，不会把你当作学生看待。你虽然在他的教室里头，你是贵宾啊，对你总是客气几分啊，绝对不会说你啊，纵然你有问题提出来，老师的回答也非常的巧妙啊，决定不会让你起反感啊，这就是智慧，这个就是圆融啊。啊，正是佛在经教上叫菩萨，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这是如来的教诲啊。我们所在之处要叫众生因我而生烦恼，我就错了，我要检讨啊，我哪些地方做得不妥当，叫人感到生烦恼啊，要把这个原因找到，把这个原因消除，这叫修行啊。为什么呢？把我的错误过失修正过来，修是修正的，修理
行就是错误的行为啊。你能把错误的行为找出来，给诸位说，这就是佛门里面讲的觉悟，开悟啊，你开悟了，发现你自己的毛病了，悟后起修啊，悟了之后把这个毛病修正过来，功夫啊。啊，所以什么叫开悟啊？什么叫修行啊？什么叫功夫啊？总得要搞清楚搞明白。啊，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天检讨，每一天反省，每一天把自己的毛病找出来修正过来，哦哟，你了不起了。啊，你果然天天干三年。啊，肯定你齐如佛的境界。啊，关键在哪里呢？你不肯干了。啊，其实佛祖教导我们，早晚功课决定不能缺。啊，早晚功课是什么意思呢？我也讲过很多遍，早课是提醒自己，我这一天不要忘记佛陀的教诲，希望我在这一天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够不违背佛陀教诲，与佛陀教诲相应，这是早课的目的。啊，晚课是反省啊，认真反省我这一天从早到晚有没有违背佛陀教诲。有没有伤害一切众生，有没有叫一切众生呢不高兴。再细细去反省原因在哪里，啊，把原因消除，改过自新，明天比今天就更好了。天天觉悟啊，天天反省，天天改过，啊，三年你不能成大圣，小圣呐，你就超凡入圣了。佛家教学就这么三桩事情嘛。第一个阶段教导你转恶为善，啊，教你天天改过自新呐。啊，第二个阶段帮助你转迷为悟，第三个阶段帮助你转凡为圣。啊，怎么个转法？就在觉，就在修。
首先你要觉悟，初学人的觉悟就是一定要肯定佛菩萨的教诲是正确的，要肯定这一点。我自己的想法、看法、做法是错误的。如果你认为佛菩萨是几千年的人，现在是什么时代？他讲的那些话还有用吗？那就完了。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与佛菩萨了距离远之远矣啊，边都沾不上了啊，那还会有什么成就呢？啊，所以学习啊，学习真正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啊，真是根本的根本，就要肯定自己是凡夫啊，不但是凡夫，业障深重啊，习气甚深啊。这样肯定你才能虚心求教啊，这个里面实在讲还是要有智慧，要有善根福德因缘啊，肯定佛菩萨是神，佛菩萨具足圆满的智慧等等啊，我应当向他学习啊，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观念啊。但是入门的要有引导啊，这个引导是善友善知识啊！啊，我们讲的老师啊，如果对老师没有信心，你没法子入门，你什么也学不到啊。所以，哪一个老师是最好的老师？没有一定啊，没有一定的标准。在佛法、在世法、儒家、佛家都是一样啊，他的标准是什么呢？你最佩服他，最相信他，他就是你的善知识啊。那个人确实有道德、有学问、有能力，但是你不相信他，你怀疑他，他不是你的善知识啊。你所相信的这个老师的时候，跟那个老师相比啊，那是怎么样也比不上他的。但是这个老师你相信，他是你的真善知识。啊，他能够戒引你入佛门。啊，佛家讲真正的善友，跟我有缘，是这个讲法。这个讲法合情合理呀，合法了啊！所以真正善知识不在乎他自己的道德修养成就，不在乎，在乎学生对他的信心。他说一句，学生都能够依教奉行，绝不违背，他把你带进门。如果对这个老师有怀疑、有疑惑，你千万不要跟他，你跟他
你的疑惑没有断，信心生不起来，你跟他的时间统统浪费啊！你在他会这个会中一无所成，这个过失不在他了，在自己啊！啊，不能不知道啊！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大威光菩萨遇第二尊佛啊，就是波罗蜜善言庄严王如来这一段呢，到这个地方讲完了。